只有在祁连最自暴自弃那几年，才遇到了你。他才能够对人生失去信心。我想来接他，那晚拉着我一起去复习。不就是因为这个江小媛吗？ 他说他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，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自己看看吧。你签什么名？